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重创台湾经济，旅游产业受到真大的影响，嘉义县阿里山地区也受到冲击。在国内疫情渐渐趋缓，嘉义县政府为了振兴观光以及艺文产业，推出山海平原系列振兴方案记者会，同时行销嘉义产业。县长张良第一波 Camera 开麦拉记者会，邀请民众前来嘉义安心旅游，享受好康。县长张良表示，台湾最有名的景点阿里山以及在地特产，拢等大家来嘉义消费。县长张良也邀请卫福部长陈时中，6月5号以及6号连续2天走访嘉义，将会向部长介绍嘉义特产甲观光景点。阿里山是上好的首选。刚进入到安心旅游，那台湾最有名的景点阿里山跟嘉义啊，所有的名产跟景点等着大家一起来啊，我们嘉义做消费。那我们也特别请了陈时中部长啊，在6月5号。那即将会来嘉义，连续2天，6月6号。所以啊，除了陈时中部长，除了要感谢所有的防疫人员以外啊，我们也会把嘉义的特产跟景点，透过这个机会，透过媒体啊，让所有的朋友们知道。那暑假快到了，又不能出国旅游，阿里山是最好的首选，嘉义旅游是最好的选择。希望大家一起到嘉义来玩。推广嘉义优先好产品，大阿里山优质产品，高山好茶好咖啡，有春兴制茶、嘉禾制茶以及林园制茶，做资源咖啡以及悠游巴士主产阿里山咖啡，混起欧老店特产也有真多，高山水果吃到时的红肉粒以及阿里山百合花，阿里山地区物产丰富，是吸引游客的亮点元素。嘉义的山区带给我们的游客，第一个就是一个舒压的感觉，那不管是茶叶也好啊，不管是山产也好，那我们所有的旅游业者啊，大家有共识啊，每一个业者陆陆续续会推出一些优惠方案，我们希望大家来啊嘉义消费啊，享受业者提供给大家的优惠。结合旅宿业者推出多项的大小优惠方案，总共有18间旅宿业者响应，阁有7大园区推出优惠，嘉义县欢迎国旅来这安心旅游。最新新闻，蔡明彤嘉义县采访报道。旺 TV 行动客服全新登场喽！现在只要下载旺 TV 行动客服 APP， 并登入您的收视户资料，就可以马上查询电子账单、发票及直播频道等行动账单客服服务，让您带着走，一次满足所有需求。旺 TV 行动客服最聪明，请快去下载哦！旺 TV 数位电视。